仙童们就穿着美丽的仙衣仙鞋，又回到自己原来的家，回到老母娘的身边去了。母娘，孩子们，你们怎么又回来了呢？那里又不好玩又好冷，也没有仙桃可以吃，也没有琼浆可以喝。那里也没有棋子可以下，也没有琴可以弹。那里不好玩，我们又不要再下去房间了。对啊对啊，我不要再下去房间了，我不要再下去房间了，不要再下去房间了。好好好，你们不要再吵了，为娘我就答应你们，你们先去休息吧。好，谢谢母娘。其实在刚才那混乱的场面，老母娘只是口头上先安抚所有的孩子们，不要再让他们继续的闹下去。而此时的老母娘心里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用自己身上的血来做了血酒，要请所有的元佛子、仙童、仙女们来喝。第二天，老母娘邀请所有的孩子们来到大仙池的旁边来玩耍，并请他们来喝血酒。孩子们，母娘今天准备了好多好多美味的酒，要请你们喝，赶快过来哦！耶！有血酒哎，有血酒可以喝。好甜哦，母娘，我们可以再喝一杯吗？可以呀，你们要喝几杯就喝几杯。母娘今天准备的美味酒就是要给你们喝的呀。谢谢母娘。
众仙童仙女就一边喝着美味的仙酒，一边将自己的仙衣仙鞋脱掉，跳入大仙池里去玩耍了。我们泼水吧，泼水。此时的猿佛子仙童仙女快乐的在玩耍，完全都不知道这是老母娘忍痛做的邪酒，而猿佛子也在不知不觉中醉倒等从日出直到日落，这日子老母娘趁他们酒醉不醒的时候，将他们的仙衣仙鞋都收了起来，心里非常的难过，忍着泪水带着他们的仙衣仙鞋回到离天去了。我相信天命传承许长长久久，每个人伸出你援手拯救所迫。过了一阵子，酒醉的猿佛子们醒了过来，却找不到自己的仙衣和仙鞋，也看不到老母娘，就急得哭了出来。我的衣服呢？我的鞋子呢？我怎么找不到母娘？猿佛子哭哭啼啼的同时，母娘就在半空中含着泪水，忍痛地对所有孩子们说：孩子们，为娘也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舍不得你们，毕竟你们都是娘的孩子，但是今天母娘不把你们的仙衣仙鞋收起来，你们一定是不会留在凡间，不会留在凡间治理，一定又会回来领天，所以你们一定要体会母娘的用心啊。你们在凡间如果肚子饿了，就在送脖子来吃，如果口渴了就去喝清凉的泉水。你们不要再哭了，母娘的心里也是非常的难过，毕竟你们都是娘的心肝宝贝啊，你们要能体会娘的用心，知道吗？知道了。那母娘，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到我姐姐家？等到三奇摩羯大开普渡的时候，母娘会亲自写信，亲自寄给你们，
而且也会亲自渡你们回来一天，回来自己的家。虽然母娘讲了这些话，但是袁佛子还是大声的哭，因为他们会害怕，害怕母娘不会来接他们回家，所以母娘就写了合同给所有的袁佛子作为凭证。孩子们，母娘给你们合同作为凭证，带给你们锦囊，锦囊里有八样宝器，这八宝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你们要牢牢地记住，谨记在心，知道了吗？听话，好好的去凡间治理呀、啊。从此，母娘就与孩子们别离。母娘时刻刻都牵挂着孩子是否过着忧苦的生活。想到这里，母娘的心中不由得又开始难过了起来。各位前贤，老师常跟我们说，要借假修真，修的是这一颗佛心。今天各位前贤借由今天的这个活动，回到了娘家，回到了这一间大佛堂。当你走进来这一间大佛堂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呢？母娘给我们的凭证、玄关、合同和口诀，我们是不是都有谨记在心呢？借由今天《三山坡离别》的这一出戏，在感动的背后，也请各位前贤，我们是不是要自己的反省，我有没有在这条修道路上好好的来报恩了愿？有了这间大佛堂，我们会不会常常回到这间大佛堂来报恩了愿呢？在这最后，我们就借由《十万八千里归路》跟大家一起来唱这一首歌。在唱这一首歌的同时，我们的母娘、我们的弥勒祖师、我们的济公老师，还有我们的南海古佛和我们的小仙童，会下去发下这一颗糖果，愿每一颗糖果能让每位前贤在修道的路上能够平安法喜。一路坎坷，重重关山多阻隔，我要坚定信心依然前走，点点
在座的各位同修道伴能够心连心手牵手，把我们道场的爱一起串起来，好不好？好。希望藉由今天这一出三三坡离别的戏剧，可以让大家能够有所感动，也希望我们重新出发的报恩了愿，台中区青年班在这里下台一躬。各位前贤，那在刚才可能时间上的关系，可能我们后区有些前贤没有拿到我们仙佛的这一颗平安的法喜了愿的喜糖，那等一下我们所有的仙佛会在下台再发给我们各位前贤，谢谢各位。好，我们谢谢和平区带来这么令人感动的表演，让我们了解到我们从何而来以及我们的使命。是啊，经由这场表演，让我们知道我们该从何来，又该往何处去，对吧？是啊，对啊。嗯、他们表演的相当精彩，佩奇，你不觉得真的非常的棒？对啊，而且好感动哦。后学 在下面也是在那边一直擤鼻涕、啊、流眼泪。人家说台上十分钟怎样？台下十年功。是啊，是啊。嗯、我想到哦，后学想到说以前啊。活动组在表演的时候，哇，那真的是练得稀里哗啦。对啊，对啊，像后雪哦，以前哦，后雪都还记得那时候，哎，我们好几个，有的刚下班，有的刚下课，然后就跑到那个点燃师的家里面，然后去那边做排演。是，那每一次排演呢，晚上都排演到十一二点呢。对啊，对啊，结果呢？排练完，你知道要做什么事吗？什么事？你知道那个练舞练完，还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泡面吗？答对了，去外面吃宵夜。是。所以就一直瘦不下来。对啊。也是这个理由哈，本来想说这么会跳，应该会很瘦啊，不是吗？是啊。结果都没有瘦下来。结果都没有。是啊，结果越来越肿了哈。对、啊。越来越圆满了。没关系啊，像我们的弥勒祖师也不错啊。哦，对啊，那个度大能容天下事，笑开天下古今愁啊。古今愁是吧？对对对对，哎、欸，那佩奇、嗯，那你们以前有没有像演练这么久的一个时间啊？有啊，后学记得以前啊，我们办营会的时候啊，也是这样子啊。对，也是就是大家就是晚上排练到一两点，然后
吃个泡面，因为以前在宝龙山办露营啊，是，也是没有办法，还可以去 下山去吃宵夜，所以就把泡面带到宝龙山就对了。是，我们是啊，这是我们活动组共同的回忆啊，共同的努力。好，接下来由活动组再带来一首带动唱，对，让各位再起来动一动。是，让我们欢迎活动组带来的每年的今天，我们各位前线可以起立，跟着我们的活动组一起。好，我们用热烈掌声欢迎活动组。生命开始的纪念，每年的今天是母亲牵挂细菌的容颜，每年的今天不只是生命亲双手重叠的喉结，给我顺利成长的家园，为我嫉妒落泪的双眼，那牵挂洗净的容颜，最美的一张脸，给就想到我们的灵性从老母那边而来，我们的皇母一直在盼着我们这些皇儿能够回去，我们是不是应该要体会皇母的心呢？每年的今天不只是生命开始的纪念，每年的今天是母亲牵挂细菌的容颜，每年的今天不只是生命开始的纪念，每年的今天是父亲双手重叠给我顺利成长的家园，为我嫉妒落泪的双眼，那牵挂洗净的容颜，最美的一张脸，给我这红衣的屋檐，为我
好，各位亲爱的表演，精不精彩？精彩。对，不过呢，刚刚哦，后雪听到会长这边说，哎，大家好像动得还不够热烈。是。然后活动组刚刚也只是个暖身，嗯、所以代表怎样？我们要再来再跳一遍，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好。好，我们热烈的掌声，再欢迎活动组再为我们带来每年的今天。好了，各位浅显呢，我们可以手动一动，然后身体动一动哦，那这样也会比较温暖。然后主持人这边吼、哦、广一并广播一下，那个车号8710DH 车辆请移位吼、哦，车辆8710DH 的车辆请移位。好，各位浅浅跟着前面一起动哦。每年的今天，不只是生命开始的纪念，每年的今天。是母亲牵挂洗净的容颜，每年的今天，不只是生命开始的纪念，每年的今天，是父亲双手重叠的喉结。双手